我告诉你们啊，真的，家里千万不能一推门臭的，臭的真的会倒霉的。啊，家里不能吵架，吵架的人生意不会好的。你去看夫妻两个人不讲话，老公生意一定不行。所以过去有一句话说怕老婆发财，实际上这句话呢有点小道理。因为怕老婆的人呢，他就不跟老婆吵架了，不吵架他当然就发财了。很多男人不怕老婆，因为女人的毛病就是他不停的要讲的，他不跟你讲他嫁给你干嘛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不跟他去吵，你家里的气场就好了。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台长，你们如果还听，我就把它讲完算了。嗯。那么家里最容易改变的风水是什么呢？那你们听了这么多风水，怎么样改变呢？对不对呀？首先，鞋子不要乱放，因为鞋架、鞋子这是气场最不好的风水。不要省钱，要买一个鞋柜，差一点的就自己做一个。啊，实在不行就把吃剩的月饼盒子啊，或者皮鞋盒子不要扔掉，还放进去叠起来啊。其实把鞋子移到卫生间的门口，那么就好很多了。卫生间本来就不咋地，所以再把鞋子放过去，那就叫臭味相投。那么在公司里和家里一定要买一些植物，比方说花花草草啦，因为植物叫勃勃生机，因为植物它会长大，会慢慢的在里边有生气的感觉，让你有感觉有寄希望，所以就是好风水。所以风水不是看外表，是心内风水。佛法看来，凡是停留在事外的外相而不明事物本质真相的人，就是不懂风水。所以解释一下，你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什么风水，耳朵听什么风水，嘴巴说什么就是风水，身体干什么也是风水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心里要把它想成很好的事情，那你心里才拥有好的风水。啊，风水最重要的是人呐、啊，不是摆设呀。你人想到好的，你的心你就是好风水。你的嘴巴整天说别人好话，恭喜呀、啊，发财呀、啊，别人一开心冲着你一笑，你得到的就是好的气场回报，你就是拥有好的风水。你去第三去做很多的好的行为，去帮助别人，别人再来帮助你，你不是得到贵人就是好风水。连你的表情都是风水呀、啊！你今天笑一笑那叫好风水，你今天狠一狠那叫恶风水呀、啊。